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的是三重市重新路三段68号郡古斋。过年到了，我们这边有写很多的这个春联哈，就是现场写的。我们是强调是高级颜料书写，常年如新呐、除旧布新，迎春接福，好运来了，待客挥毫。这个是我的老朋友哈，也是我们的老邻居，我们年年都会请他写啊这些春联。他这里也有现成已经写好的春联啊，蛮多的哈。那春联最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要现场写，啊，你可以在你古书里面你找到什么好的词句，就请他代为挥毫。婆婆，就是我必须要把钱走。各位网友，如果你有到这个三重来哈，有路过的话，啊，这几天，他都有在。现场哈，为您哈挥毫哈。这地方离这个活动中心很近哈，所以你只要找得到我们这个活动中心啊体育馆，就找得到他这一间了。